给我新哥先把这组宝宝合了，看能合出来什么啊。这个号练腰的成就是十一技能，新哥坐稳啊，马上起飞，给我来谛听啊，来谛听，我的哥，可以啊，十一的成就。这要出了个十技能谛听，那不是踩着乐哥的尸体上岸了。二三六1000、1700可以。招架，博心。十一的成就，我跟你说，新哥，这把很有面，你有可能发财了，有可能啊。我操！哇！十一技能瞎子，我丢！哥，这三法术他要不瞎，100000，十一技能都瞎了，服了呀！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，十一技能的瞎子可还行？我看有没有药啊？有人要给你卖了吧？别听他忽悠，成本2000多块钱，要是有的赚，不行给你就给卖了吧。梧桐，这哎，哥，喂，那个，说吧，嘲讽我就尽情的来吧。不，难兄难弟，我9技能瞎子，红书全上了，就眼睛没上。你知道这是因为什么吗？我十一技能瞎子，这是运气，这东西谁用完谁先走，估计是老天爷看我们的运气用的差不多了，给我们留点那什么，你知道吧？要不我们回光返照？什么回光返照？这是老天爷想让我们多活2年，不让我们用我们的运气了，什么回光返照啊？我以为回光返照什么？什么回光返照啊！我操！你是几家几出的？我以为你也用完了，我也差不多了。你用完了，你直接走吧，我还在待会儿呢。